影響都不會很大的，正如我所說，很多這些產品呢，相信是有其他地方呢有替代品，任何的制裁行動呢，都不會嚇怕我們的，我們也都有心理準備，有需要的時候，我相信國家也都會採取反制的措施。去到這個外交層面呢，由中央提出的反制措施而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配合呢，我們一定是會全面配合。